大家好，我是 Tommy。 今天是最近买什么，平常你们在封面图就可以看到我要介绍物品，那我就想说你们这样应该会有点无聊，嘿，不要让你们知道今天开什么就好啦。所以今天就让大家体验一下开盲盒的这个乐趣，还有在开箱的这个惊喜。那我们就有请我们这一次买的淘宝出场。嘿，一共是有三样物品哦。说真的，其实我也没看过实体，即便你的照片拍得再好看，一切都还是要看实体才会有用哦。有时候会有落差嘛，所以今天我跟你们一样，我都没看过，我们就来开箱淘宝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在桌上直接把它拆开。喂，那就先拿这粘来真紧，胶带也挡不住，要开箱的。好，第一个我们两颗扭蛋，如果你有买到这个扭蛋的呢，算你幸运，因为台湾卖超贵的，淘宝很便宜。哎呦，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哦，它是冰淇淋灯。那这个东西在台湾其实卖蛮贵的，而且它一下就断货了。那这一次淘宝的卖家是一加一，一个是你选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它一定要绑一个，对，所以随机绑一个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就先开第一个吧，一二。三，哦，开到的是，哎，好，开到的是这个，先给你们看蛋子哦，它的蛋子是长这样子的，哦，有没有？超可爱的，是冰淇淋灯，然后一共有五种口味，就五个颜色。那我这一次是买白色，跟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我其中一个，这样子，好，哇，有没有亮起来了？没有亮的话是这样，其实蛮亮的。再开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应该就是它绑的，因为它随机绑一个啊。果然是很难看的颜色，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想要白色。好，再把它拆开，这个是另外一个，有看到吗？很像大便的颜色哦，它其实是巧克力。我们来开下一个，这个是中型的包裹，那这个也是我蛮期待的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有兴趣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在台湾其实也是蛮难见到的。好，里面还有一个盒子，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正品。好，它的正品是这个魂支架，这样子，就是人偶的支架哦。它的正品是这个，所以我们买的东西，当当当当。大家可以看到安西教练这个东西，我们就因为这个单元不是用来正式开箱的，所以就预览一下，快速预览一下，然后我会再另外拍一个影片介绍。那它里面很单纯，就是一个白盒，然后这个安西教练甚至是贴贴纸的，不是印刷，然后有一个这个是泡棉嘛，海绵的一个盒子，然后用胶带固定，算是蛮简陋的。当然，安西教练可以看到他四边是有副手，然后底下有一个篮球。那他的本体是长这样子，是他是一个布衣，他这整个都是布衣，有没有？然后是一个可动人偶，对。然后他的特征就是他有一个大肚子，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可爱。然后《灌篮高手》也是我小时候就是我会看，每天晚上会看的这个卡通。然后可以买到安西教练，我觉得不错。最后一个啦，大家伙，我觉得在淘宝买都很划算。好，当，这个就是相框，没错，看到这个字就知道是相框哦。之前我哥有送我一个《回到未来》的海报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一直想说要把它装箱哇。大到一直打到灯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欸，那我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普通的相框，然后它是黑色的。那我们就把我哥送我的海报，把它放上去开始试试看吧。哦，
当当当当，完成。那这个画框它虽然是300多块，但是我觉得从正面看的话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那从背后看的话，它是用这种钩子去把它撑开的，做一个固定。安西教练我们会另外拍一支影片来介绍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千万这样子。